头可以干嘛呀？关起来工具吧。装压轮。能吹两个。这照片很贵的哟，小莫最前两个你要买单哦。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，你忘了创新呀？每次看到你这个手机，我就觉得在切巧克力，因为你那一块已经断了。你咋断了？看屏幕嘛。嗯。然后我就老觉得你在切巧克力。这照片保鲜废掉了。那我开始废掉了。嗯。这个材料不是一般的材料啊。这些很好取哦，那应该是 EVA。